中国传统武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它是我国劳动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实践中积累和丰富起来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国之瑰宝。 中国传统武术，无论在保卫国家、健身强体、祛病延年中，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武术也称国术、功夫或武技，按其内容可分为拳术、器械、对练、集体表演和竞技攻防五大类。 按其运动形式可分为套路和散打两大类，其本质核心是具有技击性，其文化内涵是以人体内在精神气质为基础，注重阴阳平衡、天人感应、身心合一。同时，由于长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熏陶，还凝聚着中国传统哲学。 美学、文化、艺术之精神，中国传统武术用12个字全面概括，即传承清楚，体用兼备，礼法事权。 1936年，中国武术就跨进了第11届柏林奥运会赛场。从此，中国武术走向世界。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各族人民从事习武练功和强身健体活动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为了发扬中华民族习武健身的优良传统，继承各流派的不同风格，促进全民健身运动的蓬勃发展，帮助广大武术爱好者解决在习武练功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我们特邀请武术名家传人孙志军、齐谋业。 潘志远等大师进行讲解和表演，并现场拍摄录制本套系列教学片，供大家学习参考。 原根为心意拳，即心意六合拳，经前辈与权威人士考证。
形意拳创立于明末清初，山西永济人姬继可研创其技术原理，以六合为法、五行实行为权，以心之发动意、意之所向为权，名曰心意六合拳。到了康熙年间，姬继可离终南山东行。 传于曹继武，曹继武于康熙癸酉年，五科连中三元，亲命为陕西省靖远总都督。曹继武继承义业，而后传于山西的代隆邦。由于代隆邦苦练心意真功，创造了十二行中的两行，即陀行。 与台形，使心意拳日趋完善。听道光咸丰年间，待使心意拳传到了河北的李洛能时，心意六合拳发生了变化。李洛能车艺斋等师徒对心意拳的理论、拳法、技术进行了较科学的探讨，认为心意与形意的意义相同。 均思于内，而形意也代表了心意与外形的整体含义，即内外结合、思与形统一的理论，提出了以形代思，取名形意拳的主张。从此，形意拳自李洛能始名扬天下。但当时形意拳的演变只是名称的变更。 而权理与技术的发展，仍以以意向形、形随意转、意自形生、人之行为物之行、物之意，以仁义物之为利权之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社会在发展进步，人们对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展又有了新的认识。在研究探讨形意拳时，更加注重科学性和严谨性，使形意拳的发展推广更加广泛。 沿袭形意拳，成为人们锻炼身体的最佳选择。我们希望形意拳这一著名拳种传遍世界。为了弘扬中国形意拳这一优秀传统拳术项目，特邀请形意拳专家王继武、张祥斋大师之门人弟子潘志远和他的弟子王德明老师。 主讲示范，形意拳。 什么是形意拳？说法很多。
一种说法是取其形，象其意；还一种说法，形者形象也，意者心意也。人为万物之灵，能感通诸事之应，是以心在内，而理周乎物；物在外，而理居于心。意者心之所发也。是故心意成于中，而万物行于外，内外总是一气之流行。还有一种说法，行者是人之周身四肢动作按照形意拳的规矩顺其自然运动，意是心意，形在外，意在内，内外合而为一，是为形意。还有一种说法，形意拳形是人周身四肢动作按照形意拳的规矩顺其自然运动，意是心意，形在外，意在内，内外合而为一，是为形意。先介绍一下形意拳的套路。形意拳套路有五行拳、十二行拳、进退连环拳、机形四把拳、金刚八式拳、十二横锤拳、出动如正、杂式锤、十二连拳、菱形八式、八字功、盘根等单人练习套路，以及对练套路有五花炮、五星炮、九炮环、安身炮等，还有各种的兵器，如像刀、枪、剑、棍，以及银角刀、标针等。上面我说了这么多形意拳的套路，练这些套路最基本的姿势就是三体式。基本的要求是六合，它基本的手法就是起落、钻翻、横竖。